今天要来干嘛嘞？做什么暗成这样？天哪，好暗！我们要来干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来开箱，从博莱克买东西啦。然后本衣服这件，由 COOL 之一店酷一店提供的哦。那么只要上虾皮网站，然后去看看有什么衣服，喜欢就买，不喜欢就算哦。你好，我是鱼玉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台。我用影片来记录生活。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订阅鱼我的话，赶快点击订阅的钮订阅鱼我。那订阅鱼我的话，旁边的小铃铛也不要忘了哦，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哦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时间的关系，这个其实是已经打开的啦。那我们就直接把东西拿出来哦。对了，在开这个东西，告诉大家这是什么东西以前，要再一次的呼吁大家，我的 FB 的粉丝团现在就在办活动，只要你分享任何一个我的影片，并且截图，把你的截图放到我的 FB 的那个抽奖的专区，那你就有机会抽掉两张达美乐的这个披萨券。那么只要你就是分享任何一个影片，然后并且截图，然后到我的 FB 的粉丝团留言就可以了。大家不要忘了去留言哦。那活动到6月10号为止哦，所以6月11号我说错了是6月11号为止哦，所以大家赶快去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盒子拿出来，这是我今天买的东西，这就是今天要开箱的东西，这是智慧型的耳麦，现在电竞的耳机也非常非常的不合，现在就是智慧型手机，以前都是只能接电脑的，那么现在它有那个转接头，是可以手机跟电脑都可以一起用的，可以接听电话啦，听音乐啦。那这是智慧型的耳麦，型号是 GT250， 是在博莱克买的。那么它有耳机的规格是30 mm， 然后它的敏感度是 104dB， 然后阻抗是32，最大电压是100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麦克风的话，是30至1000、100、1000、16000的赫兹吗 ？HD。然后麦克风的敏感度是-58dB， 正加3dB。插头的尺寸是3.5的镀金的插针。那转接头是接线为0.4，然后正-0.1。插头是3.5的立体音声。那它的线长总共是1.5，然后正-0.1。那总之就是一个电竞耳机。那多少钱呢？359元，这个还是有特价的，好像原价要600多，然后现在特价359。那么今天所讲的这个连接的购买的连接都会放在下面，那么我们就来打开它啦。首先它是用，我买的是天空蓝，它总共有2种颜色，然后我买的是天空蓝，还有一个是白色还是黑色的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那它的这个包装也是以天空蓝为系列为主的，那么它的线会放在这个凹槽的里面，那么这旁边这个框框就是放耳机的地方，那么这就是耳机，那么它的感觉就是讲 GT 这个牌子的，那么这是它可以做伸缩的这样子。那么我记得这边有耳机孔在这，这是耳机孔，那么你要的话，你要接的话就是这边，是如果你接手机的话就是用这个红色这一条这样子，这个镀金这个，然后就是接到这里来，
我要调节一下。OK， 刚刚因为我有戴法式的关系，所以它可以流啊。那么这边另外一边是你要接电脑的话，这边有一个转接头，转接头长这样子。那么这是你要接电脑的话，但是重点一个是我没有办法接在这啊。如果我要把它当成麦克风的话，接在这边不是很奇怪吗？就是一个转接头。这边的另外一边，这一边就是插那个麦克风，就是插在这边，来试试看一下。这个啊是我之前买的一个，也是在虾皮买的，然后是戒指，但是它很大。然后，我先把我的麦克风给插掉，用这边来试试看。那么插掉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。然后它的这个不知道是麦克风还是什么的东西，这个长得非常有设计感，我很喜欢的设计感。是麦克风吗？对，应该是麦克风，可以按，应该是接听了这个钮，然后这样子，我觉得超有设计感，我超喜欢那种菱形，这种菱形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有设计感。那因为我接了这个之后，我就不知道我要从哪里讲话，这边吧，这边讲话吗？它的耳机在哪？我就完全不知道从哪里讲话，到时候我再来看这个收音的状况。那么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有设计感的，你看，而且我很喜欢蓝色这种感觉，蓝色系就是给人家的一个感觉就是，非常的疗愈那种感觉，就是不是说那种会让你很忧郁那种感觉的一个色调，所以我感觉这个还不错。那未来有机会我就可能就讲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语音之兔，可能就会用上它啦。那这个是我最近买了一个的，什么，算是法式，然后我就，可能就会别在这边，来那个让大家的感官比较好看。我觉得这个戒指，我超喜欢这个戒指，超有质感的，但是就是太大，我连戴在大拇指上面都还太大，因为我当初。size 12的，因为我之前买那个戒指买到13，我都觉得有的还太小，所以这可能它的戒围是不是国际标的，是欧美那边的，所以我没有注意到，所以就太大啦。但是它的质感是非常好的，我很喜欢。那如果我真的要用的话，我就可能我再去买一条那种。链子，然后把它变成戒指，这种感觉应该还不错吧？变成戒指这种感觉应该是还不错。我很喜欢这种宝石的感觉，蓝宝石的感觉，超喜欢这样子的感觉。那今天的一个开箱就是这个啦，哈哈，耳机可爱吧？那如果有对这个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就是在下方的链接上面，然后去做购买的动作。那么它是智慧型的耳麦 GT250 蓝色的，那么价钱是359元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。还有这个衣服，酷衣店的衣服，你们也可以去看看哦。那么在结束之前还要再呼吁大家哦，抽两张这个达美乐的披萨券，只要你分享我任何一个影片，然后并且把它截图，你分享到你的社群网站，然后把它截图下来，然后把你那个截图的画面，然后就是在我留那个抽奖的专区里面留言之后，就有机会抽到两张的，就是一人就是一张啦，就是一张，然后就是再抽两个这样子的一个披萨券。那么请记得大家赶快去留言，活动到6月11号为止哦。那么就赶快大家去分享我的影片，然后并且去留言。那影片就结束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分享，请给我点一个喜欢，然后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社群网站。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与我的话，
赶快点击订阅的钮，订阅于我。那订阅于我的话，旁边的小铃铛不要忘了，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哦。那我推荐给你的影片，你也不要忘了点击去观看。那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6:30准时发片。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FB 的粉丝团跟我的皮克邦，更有不一样的内容哦。那么只要 Google 搜寻语音之兔就可以搜寻得到我啦。那么感觉那今天就这样啦，感觉戴着耳机这样讲话好奇怪哦，奇奇怪怪的感觉，但是让我感觉有点专业的感觉啦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我觉得这几样都是还蛮有质感的东西，而且超便宜的。衣服也不错，但是它是长袖的，这天气有点热，但是还好啦，如果比较冷一点，秋天的时候也可以去穿。大家可以去看看。拜拜。